本正黄金的呢，这本正黄金的呢，现在已经变啊，已经变啊呢。60岁的洪先生因为严重肝硬化，皮肤由黄转黑，全家人抢着捐出肝脏，最后是由31岁的女儿捐出。弟弟其实配对可以，可是他就是留下了他自己不够用。对，他捐给爸爸够，可是他自己留下来不够。那他是 OK， 我的 OK。捐赠当天还是七夕情人节，女儿捐出58%的肝脏，就觉得就是上辈子的情人。洪小姐身材高挑，长相甜美，这一刀要划在她身上，爸爸有多么心疼？真的舍不得，舍不得啊！哦，命是他救的。女儿捐出肝脏以后，她剩下的肝脏容积比较大，她捐赠者的安全比较能够获得确保。同样捐肝救母的还有23岁张先生，捐出65%的肝脏。妈妈体内有儿子的肝，亲上加亲。还有先前曾被宣布到院死亡的蒋先生，也等到换新的机会。家人的支持让病患再度重生，更一圆全家团圆的喜悦。大家新闻，王昭忠高雄报道。